参加造雨季有一个很大的禁忌是在蓝屿，你没有去参加造雨季，你没有去抓急血粘住岛去做岛的动作，宣判你在这个部落里头已经死了，这是非常严重的禁忌。面海背山的时候，你要扣连到妇女的劳动的东西，譬如说，妇女在她的一头田，也就是会配合男人在海上抓的飞鱼，作为我跟你的关系，作为叫做食物和菜，就是一个核心家庭的扣连。达悟人的普遍的一个概念就是，女人的一头田基本上是达悟的男人的海洋。而女人的一头又会转换成达悟男人在海上捕捞的飞鱼，它是对等的。我们所用的歌词是不会唱的非常的高傲，就是说千岁一满招损类似那种意思，所以都会适中。甚至是我贬你的时候，他的背后的意思，我在称赞你。那么舞的部分的话就比较少，尤其男孩子的舞蹈几乎是没有，因为男人的精力或是男人的生命是要奉献给海。传统舞蹈它有时候竹竿舞啦、头花舞啊，说圆圈舞，这是女孩子的舞蹈啊。头花舞是跟这个海浪波浪是有直接的关系，所以它的头花基本上又代表着波浪的旋律。
体力是献给孩子，不是献给跟女孩子这样子，没那种那男孩子的体能是要跟大海搏斗的啊，不是去学那个舞步去给你做这种东西，比较没有。而且你说这个蓝屿岛上的这个达悟族来讲的话，哈，从来也不曾发生过男孩子和女孩子一起跳舞的。